超级好吃，三个。今天来这个刘妈饭台，听说 CP 值很高哦。啊，我现在肚子已经很饿了，我们赶快去吃吧 ，Let's go。影片开始前，请订阅若微，才不会错过精彩影片哦。招牌紫米跟这个海陆总会人气商品。第十用餐后有公允，好来哦，招牌紫米，满满的紫米包裹住这个饭团，我开动了。它那个紫米的那个味道，有一种甜甜甜甜的，有一种特殊的香气在嘴巴里面包。它是用比较简单的，像是。油条啊，肉松啊，酸菜啊，来当作它的基底，但是它的紫米的部分非常的香。好，以上是招牌紫米的介绍。好，我要开始吃海陆总会，它有紫米、白米跟综合米三种可以选。那我选了综合米，有白色跟紫色的米搭配在一起了，白色跟紫色的哦。然后呢，它这旁边还包有的这个。海苔，有一种日式饭团的感觉了。好，那我开动啦。这个猪肉就是鹿，鲑鱼呢就是海，油条是很脆，在嘴巴里面咖喱咖喱的，然后下面还有海苔，让你的整个味道又多一个层次，就像是在嘴巴里面开嘉年华一样，超级好吃，三个。好，那今天若微试吃的这两种，一个叫做招牌紫米饭团，另外一个叫做海陆总会饭团。我个人的评价呢，我认为海陆总会饭团，非常值得一吃啊。那下次如果有来到刘妈饭团的时候呢，也不妨来做个尝试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帮我留言加分享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